进入到我们最后一天比赛与血战到底的环节。看一下这球的回放，两条斜线，这个靠到了半日台。比武了，请两位球员在场上博弈啊！现场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徐峥。哟，发球轮。马龙方，好。就非常赚。漂亮。那足够笑了吧，就不敢轻易的上了。哦，机会。哦，他们两位运动员都是这种正。漂亮。四上一局也是11-7，两局是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嗯、你现在特别担心自己这个正确率、啊。摆的话，这周桥这球，有一个这种，有一个。发得非常平。漂亮漂亮。正手。
球手质量非常高。又是一局，多板的相持，哦，好。漂亮这个救球，哦，二去法拉对后，哦，重心也放得非常低。现场有很多本地的球迷在用粤语叫周启豪的名字啊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看看接下来两球他怎么处理。漂亮！哦，突然改变线路。双方运动员都是，我们好像通常叫这漂亮，哦，我去，这大脚大范围的跑动，嗯，好，嗯，漂亮，这个叫什么？就是说马龙他会算球。对。漂亮。队会在第六局的比赛做出怎么样的选择？是，也是周启豪的赛点局，漂亮。哎，救回来了，漂亮。如果这一局龙队能再追一局回来的话，那我们又会看到决胜局的比赛。是，五，哦，
防守的范围拉大了。对，他竞赛输了我。好了，三，然后呢，我们竞猜吧大神第一题的答案应该是出来了，应该是非常的充足，给你打了一天的字幕版，徐晨浩最棒哈，还很消耗双方体力，真的，就队内比赛你们确实打得很激烈。哎呦，龙哥，漂亮。好球！漂亮！能顶得住的是。其实昨天薛飞就是在这个、能感觉到他在场上的紧张啊。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，比赛当中呢打败了我们说大满贯选手啊马龙。对。